Zombie Apocalypse.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来介绍一款猫的游戏《亮猫 Stray》，由 Blue 12 Studio 开发 and Porn Interactive 发行，于2022年7月19日上架 Steam， 共有11万片的压倒性好评，原售价539，现折 25%， 只售 404NT， 折扣到9月26日止。一只迷失、孤独且与家人失散的流浪猫，必须解开古老的谜团，才能逃出一座久遭遗忘的城市。 Stray 是一款以猫为主角的第三人称冒险游戏，故事发生在一座日渐衰落的赛博城市中，这里有细致的霓虹灯小巷以及扛掌阴暗的下层环境，在高低起伏的环境中穿梭，抵御无法预见的威胁，探索这个只有低调机器人和危险生物的冷漠之地，并设法解开这里的谜团，透过一只流浪猫的眼睛看世界，以有趣的方式与当下的环境互动。面对陌生世界中的奇怪居民，必须时而隐匿，时而敏捷，时而装傻，有时还要尽可能的惹人厌。在冒险的旅途中，流浪猫和一架只称为 B12 的小型无人机成为朋友，一起同行，在这位新同伴的帮助下设法寻找出路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赶紧手刀加到愿望清单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我按赞，并且订阅，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有想说或者想补充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。